This is YiJiaZhiZhu. His name's not important, but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he's a top 10 AD carry on the Chinese super server with a peak of 2200 LP. And wha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accounts that he plays on are not high MMR accounts. The other day, he only got 8 points for winning a game on his Master Tier account, which just goes to show how hard it actually is to achieve this kind of rank. Gonna have subtitles applied and hopefully get out one video like this a day on different challenges worth watching. Hope you enjoy. 我萨米拉实力会下降，真的假的？ 我不信啊，怎么可能？ 没这个吧？ 我们直接开刀好像也能打。 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坏了，打不动了。踩上去我们要嘎了。坏了，踩上去要记呀，还是要苟住啊？有时我又是恶人。 完全是角度问题，他踩上去我跟上去直接没了呀！一级寒冰还是太狠了，我靠！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战团和家人，排名不分先后，跳快节奏那我先。两级就好打，我靠！ 主要是个寒冰，他这个重刃 A 这个钱是不错，可只有刀尖舔血，才能换来名声。 小兵好一点，哇，这波线如果能把他们杀了就好了，这两波线，太次了。 插进去了。好，活不了，四百五。女士们，先生们。 我靠！哎呀，为什么不能等我啊？他还在那里站着，我靠！脑子转快点！
想动手就少废话。 他咋个还在这边？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先把他杀了。这才够刺激！要不要来个纹身庆祝一下？ 绑掉了，蹲了。人都要学着改变的吧？玩那几个 AD 对不对？要换着玩。 走不掉了呀，都被他拉扯的，怎么走得掉？坏了呀，踩死他 ，AQ， 掉你，难搞啊！我觉得后面我们这阵容还是有机会。那寒冰太恶心了呀，他连着我，我走不掉啊！A我减速咋走啊？ 嘿嘿，牛逼啊！坏，太远了，我这波没打，有问题啊，我操作 ，A Q A， 我 W 挂到两下了，为什么没有那个？ 哎呀，我着急了呀！这可能马上就是你最后一口气了。坏，中了！命啊！他一下 S， 我靠！ 听人指使，枪配上刀，却和赵红花配米饭一样完美。 开到还是可以，没眼。 这双靴子颜色有些土，哼，穿点血就好多了。他一个人追着我狂野，还是没闪的，我有点顶不住了。大家老和我说生活安定最好，呵呵，可能不是我的性子。 这寒冰好嚣张啊！他没闪的，我靠！那我们这个身份，这是无穷的力量。
德莱厄斯斯维因都是些人名罢了，我只听过。给我 A 了一下，给我 A 死了，我靠！我靠！靠！刚刚距离不够了，我是最远距离 A 到那个谁的，我最远距离 A 到那个 A 到那个卡莎的。贴不了脸，贴脸的话我就 A W E Q 了，太远了 ，W 加了 E 都碰不到他，碰得到他我刚刚就 A W E Q 了。金达利是个好头，他教我怎么用枪，我自己学会了杀人。走又走不掉，我靠，我吐了。感觉支援太慢了呀，这美国被人家这个杰跟这个扎克抓住了，我靠，淑女在诺克萨斯是活不下去的。我觉得还是我送的那波太关键了，那波杜城都让被对。一朵沙漠中怒放的玫瑰。对，刚刚那个环，刚刚那个情况就应该冲那个卡莎的，那个扎克在后面，转起来还有机会杀一个，转不起来，干不了就死。完了呀，我们两个在这里狂送，我靠，对面这中野完全抓我们下路抓起来的，我靠，抓住了。我操，真眼，要么我们不去下了吧，这下路一直死，我靠，一直被抓，怎么玩？当然，可能哪天就要裸奔，不过在那之前，谁也拦不住我。还不如直接打船，我下路现在被人抓着，我脑壳痛，我靠，他被抓麻了呀。我们两个又是那种上线就要又喜欢打，然后打的对面中野又一直来，然后就一直死。要死了，跳个跳弹过去送我的。
来这波这个奥文没踢都来不了的，怎么还要打呀？总有人想打听我的武器，左手是白刺，右手是黑虎，背上是灵法，很容易记得。又踩爆炸果实，我这男枪又踩就又跳又死。这钱赏你了，估计你能用得上。越是逆行一线，越觉得自己活着。哎，好好接。坏了，这帮人家 A 跳单跳走了。危险怕我才对。我如果闪现上去一的话，这个狼人应该也会闪现走。他一直没打过架，应该是鹅砍。感觉好难活下去。瞄准只需要一只眼睛。还行啊，这把开到人，我们进场还是可以。再跟着队友一起冲了，管这个劫，他肯定会留着劫。能动手就少费劲。两个真的是莽夫，哈。狂打狂死我！哎，哇，这卡扎怎么这么贼啊？有人用刀，有人用枪，为什么不能都用？哇，这就没办法了。快。我靠，这个劫闪现把我杀了。做个蓝盾吧，做个大青鱼，这做蓝盾，这 Q 错人了，我靠！我的战团和家人，男女不分先后，要看谁更让我心烦。可以。这打龙怎么打这么慢啊？打龙打得好慢啊，我靠。长在诺克萨斯，要是我最后死在了德玛西亚，岂不是很有意义？
跟我们五 v 五可以。枪配上刀，就和藏红花配米饭一样完美。哇，这寒冰也太嚣张了，我靠！这个扎克在天上，我能不能一他的？他跳舞，我能不能一到他？被推中。哇，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杀完了，我靠，坏了呀！不是我秒也只差一点点杀完了。哇，我好像不移。我先把大青羽做出来吧，做出来再直接做蓝盾了，做个蓝盾，做个无尽好了。这姐直接R的我，我靠！难搞啊，我靠！我感觉我这三件套，征服者没打满，然后开钻的话，这叠不起来的吧？好像。打 AOE 打混伤打伤害感觉还可以。这没眼，这个扎克告诉有人往前顶，我直接开。有人往前顶，我直接就上去秒这个卡莎了。这波他击飞起来，我 S 打满了，我不敢进啊。我刚放个大招，直接被人打断了，被那个扎克大招顶了一下撞下来了。这两路走吧，感觉还在推一个，这推了有可能要出事啊。看一下，坏了，感觉就应该推一个塔走的。哇，闪现这样浪费。我第一时间想走的，其实该走的。这好难搞啊。蓝盾的，被天牌龙了。哇，这波送的团灭好伤啊！都是些人明白了，我是替你自己的。
打团就好了，这双靴子颜色有些丑，沾点血就好了。我嘴上一套，我刚刚推完一套我都走了，我都想说还能推吗？好像不了了都。 这样子直接做肉装，反正继续做输出装，有全都有。不要打扎克的被动，好像叠不了评分。我刚刚 W 1 A 他那个大便有点不太文明，他这个被动为什么不能叠被动啊？我这一直在 A， 然后就没有开始了。 那就更多了。打团感觉好猛啊！这阵容有二人在打团确实挺猛。哎，坏了。 坏了，我还是闪现过去了，闪个锤，白给的呀，这波坏了，拿了大龙直接死了，人枪直接送了呀，这波推上就好，我都没到，他们就打起来，我进不了场啊，我进场。 这被打断了，我靠！这一次进场直接没了，我们又打了一条大龙，然后又送了，白打了这条龙。这卡莎六整装了，我还差两件，还可以。他加我80刀，就吃大了。 能动手就少废话。走了呀，我没有回家补装备的。有心的作为人，你也得分手。
我感觉要被流了。走啦走啦秋啊，我又没回家买装备，这不我2500块。这波感觉他推这个，这波我们绝对要出事。哇哇，我真的想回家买个装备呀、啊！不了。等一下他们吧，他们又没来。要等他个50秒，等这个吧。挨打呀！哇靠，我感觉呆呆的呀，要被人打死了，还没过去都已经被耗死了。不不走，局外人，这把真的是局外人。我闪现后面才好的，不然我就闪现冲了。那不，我去拿一下我的饭，我的输出还是最高的。我靠，打全打在这个狼身上了。